这是另外的小奖啊，妈妈少放一个礼物。啊，这个放进钱包里边就行了。贴纸。这个。贴纸啊。猫咪是另外帮他跟他买的，自家买的。贴纸不好补，种的会比较好一点。种可以折吗？当初没想到要折，可以卷，种可以卷就还好。哦，不好卷，这贴纸有点失败。慢把它剪小，它不是一直线的。就硬塞进去就好了，硬塞进去就好，对。好，硬塞进去，硬塞进去就好，可以。这是另外的抽抽乐，已经抽完了。因为要放这个贴纸，放不进去。这样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、5、3、15。找一半的格数，但是他们两姐妹最喜欢的贴纸就可以放进去了。原本的格子太小，挤不进去。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抽三张出来好了。一包六张啊，各抽三张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+15、17，这边35，所以还差27、3、35、5，还差8个，还差8个，再说吧，好吧，那这个再丢进去。然后另外还有送的笔记本也可以放进去，笔记本放这个啊，他们最喜欢笔记本，哇，笔记本放不进去，尴尬，笔记本放不进去，原本这样可以，先放这就不行了，折起来吧，折起来好像，管他的，折起来这样。收工，做了20分钟，35个的抽抽乐。喜欢我的影片，随便了，订阅就好了，拜拜。啊，你看，第一次中小的，贵。那这个有东西，这个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是的，好。一张贴纸可以吗？啊，下次两张嘛。哎，好可爱。嗯，这张贴纸。另外一个也是贴纸。你有看到吗？嗯。啊，他不然这样以后不能偷看，这样里面小的旁边是什么了？好不好？也是贴纸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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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贴纸拿。一个问号，贴纸贴纸。又中贴纸了，是吧？
贴纸。会不会送贴纸比较好呢？妈咪贴纸给我。会不会这一整箱都贴纸？没有那么逊啊，有一个不是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哇，不动。只是比较好好一点的汽车而已。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好了。这是大字呀。